两姐妹，本先生打铁一道，身为新疆县县长，领兵两营的新疆炮击一个忙，大将先他，小巨星小坤松，替我做了基本劳动，真叫谁也是高老虎。机关我做得真好，但是机关欠一项，世界之宝就爱有部族人民帮忙我打天下。以后我是你大铁不如，可能我来献上机关来做四周红城，大军一路可能在西地啊围观的。咱俩不加头猪用总三寸，前方两门人走。李贵公，就是壮士兵人，下你兵。你是何人？我乃是五天的龙。五天龙来到这处什么？要来骗救环保的。救环保都要献出，但是保姆家里也多，就看保姆里有什么好路用了。等等等等，短梯下梯如你呀、啊！哦，等等短梯下梯如你。下梯。当我认识这样子，我不爱相信。来来。不如在这个所在立恩去和我关系。其实讲唔肯相信，那日我现场比试予你看就知影，这比就是。准备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想不到啊！那些人的酒塞我做你一记者给看下去，人酒塞一人头一灯，好不懂好不懂，不巧啦，我是当当家里红秀不想过我心动好也不懂不懂，我靠为怎样搞一个人献宝刀的？启禀讲，要这个宝九环宝刀就是一口，两笔这个人是假，我甲想真少，有可能会借这个机会要来刺杀啊！嗯，讲了有理，我先为城主询问，我帮忙被派阿杀手来到这个所在，看我即摆献宝刀时阵。条规派人去杀我，好，不如去他面馆游，再走走去哪里呢？传令下令，你要行动，很波动。行动，很波动。丢脸了！林东吴，你来献宝刀，为怎见了国王不敢站面？国王无良不敢，所以站面来。下国王，过来。备去。下国王，林东吴在。如今你来献宝刀，宝刀有什么路用？回禀国王，就靠连环宝刀，会当斩断断气，下体如你哟。既然如此，本王想要大开眼界，了是天当就西，天当就西，你我把佮砍落去。天当的就西头啊，记得我封你为官爵。